人民军队始终和人民同呼吸、共命运、心连心，完全彻底为人民奋斗。哪里有敌人，哪里有危难，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。我们是谁？人民子弟兵。道路的空降点很不平整，而且现在地形很复杂。同志们，党和人民，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。战前就是命令，要掉下了58架，不争气了，救出了，从灾区救出了300多名啊，受伤的灾民。同胞们，他们身处死地，以上祖国永远都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。我看到人民解放军，我太感动了，我太感动了。谁把人民放在心上，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叔叔，谢谢叔叔。作为一名军人，我觉得看见这个抗日救灾是义不容辞的，一直等洪水退了，我再退。部队到了，部队到了，哎呦，救援队到了。你放心吧，没得事的，这儿丁哥哥他们这儿全部都在场的。把小朋友交到他母亲的手上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当时哭得一塌糊涂，然后我看到就是一家团聚。说实话，我感觉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很值得。这边的春天呢，虽然说看不到太多的春意，但是和战友们一起走在边防线上，我感觉到特别骄傲，特别自豪，感觉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，能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。作为一名扫雷作业手，我的使命是圆满完成扫雷任务，但是我的使命远不止于此，因为我是中国维和军人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使者。大我不灭，我们不退，大我不灭，人民军人手不离党人，推进强军事业，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，始终做人民信赖、人民拥护、人民热爱的子弟兵。历史告诉我们，有了民心所向、民意所归、民力所聚，人民军队就能无往而不胜，无敌于天下。只要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，赢得最广大人民忠心拥护，就能构筑起众志成城的铜墙铁壁。前进道路上，人民军队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，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下都做人民子弟兵。中国军人，到，登，出，动。